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体验一下我手里的这部终端设备，如何让盲人朋友顺利安全地通过红绿灯口。绿灯可以通行。好的，我们可以通行。 向右呢？向前楼梯卫生间。好，在外面逛了半天，咱们去一下卫生间。 向前里卫生间。不，这不能去。向前里卫生间。向前拿卫生间。对了。向前拿卫生间。